从行车记录上看到休旅车偏离车道直接逆向行驶，但驾驶似乎完全没察觉，对向的公车驾驶发现紧急刹车，但休旅车还是迎面撞上，两辆车直接对撞，车头严重毁损，公车驾驶连忙下车查看。这是发生在今天早上9点多，金门金宁乡环岛南路一段后湖公车站前，70岁老翁驾驶休旅车晃神偏离车道对撞公车，公车驾驶没什么大碍，而老翁则是胸部挫伤送医治疗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